你是姐姐，你弟弟，弟弟，妹妹，我爸爸，爸爸，妹妹，你妈妈，你哎哎哎哎，警察来啊，警察来啊，伊的妈妈，你代志出无够济啊，我的囝跟我的查某囝，安怎？你讲。你讲啊，不是啊，你后面那句要叫啥？你讲，我敢说会出来。是跟千娜算蛮稳定的啦，跟千娜算蛮稳定的啦。对对对对，谢谢大家。还是闪婚吗？闪婚哦、喔，就如果真的缘分来，就现在比较想要闪避这个话题。我难过，我懦弱，学不会洒脱，越想念。你是姐姐，你弟弟，弟弟，妹妹，我爸爸，爸爸，妹妹，你妈妈，你哎哎哎哎，警察来啊，警察来啊！我的囝跟我的查某囝，安怎？你讲，你讲啊！不是啊，你后面那句要叫啥？你讲，我敢说会出来？你唔就讲红色男的，同意吗？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，听到阿爸男的，我男一个，啥啦？阿母，我要吃零，我不多听。你大刚嘛要吃零？好，哈。你拄仔讲安那？阿爸，我跟你讲，伊实在吼，哦，夭寿。你叫我阿爸。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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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哦，是伦理教，好，角色我来分配一下。好好好好，你是姐姐，你弟弟，弟弟，妹妹，我爸爸，爸爸，妹妹，你妈妈，你哎哎哎哎，警察来啊，警察来啊！伊的妈妈，你代志出无够济啊！我的囝跟我的查某囝，安怎？你讲，你讲啊！不是啊，你后面那句要叫啥？你讲，我敢说会出来？小蛋，小蛋，看你啦！你热爱练歌，不是应该过了十岁？哦，对啦，头毛冲到白白，有无？啊，我无生啊，这头无生啦。有些小孩生出来就有早衰症哦。嘿，那是你。我看起来较老安尼啦。来，无紧啦。故事真简单。姐姐，弟弟。老爸老母生这两个拢普龙公的，一天干不得冤家，突然里里啦啦，安得对吧？哦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超级歌中的预备 ，camera。娜娜，娜娜，我下班了呢。哦，辛苦你啊。红晒灯啊，你唔着讲啊，红晒烂着。同意吗？喂喂，太皮皮，太皮皮。我来看你。看你家一个面又面干，但是今仔日我无伫咧，我安尼一四个咧救灾，倒位啊就无好势，倒位啊路咧爆炸，倒位啊咧油安那我都去处理。啊，你嘛，你是？你有你的烦恼，我嘛我的烦恼。你敢知自从嫁互你，我生迄两个囡仔，我规工拢是烦恼啦。迄囡仔，互你烦恼，囡仔你敢讲吗？你也超迷啊，超超烦的超。是安尼吗？安尼规工我哇夭寿哦，生到这两个。啊，今仔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都是你，创啥？莫名其妙，你走啦，走啦，你看到了，来啊啦，莫名其妙，你唔知像谁，谁家秘书敢那鬼咧？哎，拜托诶，啊，我你对我阿姊吼，我秘书叫牛肉掉，咦，牛肉掉，咱哪办？你们是安那？阿姊咩安那？你安那要相拍？你相拍？你来啊？哈，一哦，爸爸，爸爸，你两个较拜托诶，好无？我规工来冤家，你家调好，走啦，我敢那徛袂好。伊徛袂好啊！我乃生你穿妖怪出来，我对啊，妖怪！你生穿妖怪，你家己生过型啊，无去照镜。我生啦。阿母啊，阿母，阿母，听到阿爸染过，我染一个。啥啦？
阿母，我要吃零，我不多听。你大刚嘛要吃零？好，哈。哎呀，阿姊哦，莫名其妙。你拄仔讲安那？阿爸，我跟你讲，伊实在吼，哦，夭寿过。你叫我阿爸。你哪会爸爸？对啊，人哎，妈妈不是常常暗时拢叫你爸爸，爸爸，不是有个亲密的称呼，对不对？叫你卖到门口，房间外口偷听你安尼后边。不，我拢无咧房间外口，我拢咧面前卡。哈，你也面前卡？你哪会无搞我招？你们，我不让你招你啦。哦，你叫外名，叫外名，叫外名，我。啊，叫我上尾句，叫我第一名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听到。哎，点点嘛，我操！今天是安怎？你笑啥？你叫，今仔日用迄体球衫。妈妈，当着这妈妈的就欢喜的。好，把一只猫啊，佮蹦蹦的，说变只鸟气，无死的家仔，佮你变鸟气。你用迄炮啊，甲猫啊，烤起来放炮啊。恁惊啊！好，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来！迄猫啊，咱就细人饲较大，你用迄炮啊，甲爸爸甲蹦的。唔是唔是，那是阿姊叫我拍的啊。嗯，嘿啊，阿姊，你后边讲，你后边讲，帮妈妈，妈妈，我跟你讲，我叫伊拍狗啊，我哪知伊放猫啊？放狗，走，猫啊，迄个你放丢去的。小蛋嘞，哎，我精彩，你知影？迄猫啊，迄个甲跑啊，好，给他狼杀的，伊狼去帮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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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个就是囡仔，你甲看麦。你生啦，你看要安怎啦？你生，什么我生？小蛋嘞，迄因为你规罐甲停落去才生出来。你哪会知？你是用什么物件甲停落去？你个面前卡个在偷看吼？安那？啊，对，爸爸，我甲你讲。安那？伊笨手笨手，爸爸。你讲。爸爸，你吼哥哥，哎，你是弟弟啊？哥哥，你弟啦？弟啦。我弟弟，弟弟，伊个偷看人辛辛苦苦，你实在有够要学。你也真侪嘛咧看？你家己好。你家己的阿姊，对啊，你爱洗身躯，你甲偷看，我无，你后背来，无你要偷看，你咪甲恁爸招者。我后背来，你大啦，对啊，我甲你教到变了呢，规工就去后口就好啊，拢卖转来啊。哎，你讲我刚刚外口咧无用，拢你教。我就是爱到处教因，啊，你拢走对。啊，这囡仔变拢教。哦，卖个安尼怕我妈妈。我讲的话，你敢有听？卖阁安尼拍我妈妈，阮的妈妈真好伟大。莫怕，星星不要打我妈妈。莫怕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人客啊，后生安尼啦，早嫁安尼，哩哩啦啦，拢伫生啊，拢喺老母生啦。哎，家暴你敢有看到？你敢有听到？阮囝头唱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卖阁安尼拍我妈妈。你安尼即刻去唱安尼安尼扒下落。我安尼甲你下一个尔，你暗时安怎家暴个？你敢知？你伫生甲拍，暗时伊个面床顶个你好看。哎，好好玩呐。朋友啊，咱查甫人。咱就无人外口走跳操路，等下还佫出厝内面的石头，佫落遮细节安尼个，我真正是心思啥人知啦，我拍起来破爱。Yeah。
定谅解伊，心爱请你了了。了解什么？了解什么？啊，你写啊，唱啊，袂晓唱啊。真是好美哦！不是无目屎，是心肝流出来。我这次也蛮低调的认爱吧，我们两个都单身，然后有交往对象。就是好像蛮正常的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大家。李千娜认爱黄双河，原因曝光，有缘分就会一直在一起。现在被你们港人爱吗？哎，对，有这题。哦，我毫无预警哎。怎么会想要认爱？因为你之前就是都算蛮低调。我这次也蛮低调的认爱吧。你就像你们，你会一直问下去啊？对啊。就说真的没有吗？然后要跟着我，要拍，你要偷拍我，然后拍到看吧，就有吗？就直接讲队友，有缘分就是我一直在一起啊，没有缘分也不能说因为公开然后就分手或怎么样。所以他吸引你的点是什么？最后一集结束了吧？还给我特写，关机哦。好啦，请继续幸福下去哦。还有一桩好事报告给明的桑，3月26号，李千娜即将首登大港开唱，合体旺福幕后的练团画面，请看。那我们早知道应该要给他更猛的。曾经你觉得我们太俗了？那觉得那首歌我们还有编舞的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应该应该不愿意跳吧？我非常愿意耶，假的。我们还有时间吗？就可不可以他们唱，然后我们跳？你不会唱，跟他们跳。好想哦。我们两个就有点像是台上的那种苍蝇，花旁边的那些脏东西。我们曾经表演这首歌，有一次就是跳到一半，后来他们就放弃，他们就去点炒面，坐在台上吃。反正就什么歌都可以接受，稿子还是你们的长。我觉得这次真的是真的太可惜了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像讲的好像今年不精彩一样，是这回事。对，大港他们很敢玩，他们已经就是已经没有极限了。而且重点是，你在台上做任何事情，好像台下人都可以接受。在吃面的时候，大家在欢呼。能想象这群腔调的人类都当爸妈了吗？加码为人父母为心僧，番外篇。我觉得我真的是当妈妈的时候很强大，是两只手在抱小孩，还可以开铁门，咚咚咚咚咚咚拉铁门。我之前有在网路上抛那个我的背巾理论，超多父母认同的，人生第一次这么有成就感。那个婴儿背巾背起来这样背着，然后就可以打电动，站着打电动，然后轻轻晃，然后轻晃就会睡着哦。生命会找到出口啊！现在就是跟千娜算蛮稳定的啦，跟千娜算蛮稳定的啦。对对对对，谢谢大家。国飞有支持一下尚和跟千娜？有啊，我一直都支持啊，只要圈内只要幸福的事，我们都支持，好不好？感觉就是千娜跟尚和私底下火花非常好，在这部电影里面火花非常强。有电影里面火花，其实他们都带着火把。对对对，我就想问是怎么培养出来的？就像张令讲的，就是我们真的每天都相处在一起，就不管有没有我们的戏，我们都会一起，就从早开工，然后一起收工这样。所以其实我们不单是跟皇上，而是每一个人的感情都非常的好。只要我的戏也是跟上河啊，对对啊，所以我势必得跟他培养默契啊。所以会有入戏的感觉，对啊，入戏到皇上啊的感觉，就是觉得深陷在这个角色，因为这角色非常的。你放心，他没有在马路上抓人。应该说，我们在演戏的过程，我一定要在这个角色里面，对，因为我不想要下了戏之后，然后把这个角色抽出来，对我来说会非常辛苦，所以我会尽可能，比如说拍摄一个月。
当然会出去啊。充满火花的男人，本身就是。哎呦，那个时候因为就像刚才有提到，就是我们这一组的，其实大家感情真的都很好。可能因为之前小二的时候，国哥也是导演，所以现在真的在对戏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比较不真实的感觉。感觉也非常的尊敬、崇拜国哥。当然当然，毕竟是台湾的酷龙。那因为像酷龙也结婚了，台湾的酷龙也结婚了，那你们也会想跟谁结婚吗？结婚这件事情就还没，当时很推荐结婚这件事情。对啊，不过这个真的是缘分到了就会了，也会跟大家讲。对，当然当然当然。不要，他没有发稿了。特别交代说不能半夜。对对对，哦，不然你们会没办法睡觉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好了好了，睡眠很注重睡眠。只有他是，你们都不用睡的。你马西排斥闪婚吗？闪婚哦，就如果真的缘分来，就现在比较想要闪避这个话题。现在缘分还在持续累积中啦，这样好不好？剪掉了，对，不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们的歌一出来，刚刚名称你们那个一唱哦，我心里面的感动啊，不言可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用 opera 的那种 feel。哎呦，那是一个大那个 big band 了 ，opera 是，然后大的舞台剧那种感觉呈现，这音乐层次是更高的，是吗？但是你唱的歌，哎。唱还真好听，谢谢。你一定有参加歌唱比赛的，就是他蛮装不熟，非常刚好我有参加，希望参加过。
对，然后你在歌声那个声线里面啊，展现他人生里面的挫折哦，那你好像听得到那个刀在心，好揪心哦，而且刀一刀在那割，他的声线有中岛美嘉的感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，他的尾音，哦，你听得好细哦。唯一的小问题也就是说，中岛美嘉是谁？中岛美嘉，中岛波嫁，中岛波嫁，他不吃午餐的啦，山上优雅是差不多，我猜猜啊，哎，哭了，山上优雅，安室奈美惠，安室奈美惠，安室奈美惠，哎，是安室奈美惠。但是我要讲，露露真的扮起来好像哦。对啊，对，谢雅真的。我要一直看着脸，一直看着脸，然后一直看到胸部才说哦，露露露露。我今天有束胸。回来了，回来。是瑶瑶束胸。嘴起来就是卢广仲的马子。有有有没有？哦，一个是严正来。严正来，很像。表演好不好听？好听。再次谢谢你，千娜，谢谢。